大家好，这是去太浩湖的路上，五十号公路。小马、小兔子，这次经过了一个集市 （Spring Street）， 春天街，这有火车。现在是下午的7:25，我们大概是8:45能到。小集镇是有这种红绿灯，哥特式建筑，漂亮。Sacramento 到太浩湖，有一个专用的50号公路。